2010年10月4日，匈牙利科隆塔尔镇发生工业废料溃坝，百万立方米有毒红泥冲洗了三个村镇。事发后，政府及时作出部署，警察、军队、消防人员立即展开救援行动，123名受伤者得到救治。据了解，储存在废料之中的红泥是把铝土炼成氧化铝的副产物，而氧化铝则是炼铝的基本材料。经过合适处理的红色废料储存在废料池中，逐步蒸发水分，最后留下基本无害的红色泥土。但匈牙利政府发言人伊雷什证实，事发后检测红泥的 pH 值超过12，显示废料没有接受足够的去碱性处理。The red color material is a sludge from bauxite production, from aluminium production. The pH of that red mud, that is the name, red mud, the pH is between 12 and 13. The maximum is 14. The neutral is 7. Below that is acidic. So this is a basis, very high basis between 12 and 13 of pH. Also contains heavy metals. The red color is there because lots of ferrum.匈牙利及时采取了给河里倒醋酸和石膏，让酸碱中和。据说降低 pH 值所用的石膏和醋酸都是环保物质。经过这一措施，废水流入的几条河流的 pH 值都被降低了。到10月10日，马尔曹尔河的 pH 值为 8.19， 趋于正常。不过多瑙河下游国家依旧对河水进行着监测。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流出匈牙利后途经6个国家进入黑海。有毒物污染促使下游国家采取防范措施。罗马尼亚水资源当局10月7日说，多瑙河 pH 值为 8.5， 处于正常范围，他们正监测重金属浓度。塞尔维亚10月4日开始加强监测，水质还没有变化。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预测，多瑙河是条大河，应该能稀释碱浓度，因此污染将被控制在匈牙利境内，但重金属物质将是长期的威胁。铅、砷、铬等重金属不溶于碱性液体，但溶于酸性液体。救灾人员一直用酸中和河中的碱，这样一来，这些物质溶解后会被吸收进植物和鱼类体内，而这种破坏马尔曹尔河的生态系统可能需要3年至5年。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